唉，呢件衫要瞓下先至平嘅，如果唔系好难搞啊。唱首咩歌好咧？我谂下先啦，唱一啲嗰啲方言歌曲好唔好啊？咁刺激啊！咁OK。哇！叉燒包唔係好肚餓啫嘛？OK， 我諗一諗先啊。咁啊，唔係真係好肚餓啫嚇。不如咁啊，我先為你揀一首啊，睇先。客家山歌啊，小朋友話客家山歌啊，山歌啊，哇！客家山歌我麻麻地嘅啫噃。好啦好啦，唱得幾句咁多啊，唔知啱唔啱嘅啫。你又嚟啦 ，OK？ 但係乜咁多小朋友嚟啦？全部都未成年嘅，揾啲成年嘅嚟得唔得啊？嚟啦！啊，送俾我啊呢隻紅。哎呦，OK， 握手仔 ，OK，Thank you， 又影幅相啊，嚟啦嚟啦 ，OK， 哇，咁你哋个个好似花女咁走咗嚟吓，好靓我扮到，好啊，你唔好望住我吓，望住个镜头啦，系啦，咁咪影唔到噶啦，系啦，唔该，我影一张 ，OK， 望住系啦，乖啦乖啦。小小凤，你好靓，好靓啊！哇哇，多谢多谢，非常多谢。OK， 好啦，乖，你又嚟啊吓 ，OK， 好啊。哇，你睇下几多人欢迎你。嚟 ，OK， 我哋嗱嗱声影咗佢啦。OK， 啊，嗰个机要蹲噶，又系蹲极都嗰个镜头都唔掂，系。阿姨啊，阿姨啊，如果唔系佢哋又欢迎佢噶啦，哎 ，OK， 得啦 ，OK， 好多谢有位小朋友送个咁样嘅公仔俾我吓，好衬我件衫喎真，非常之多谢啊，咁我要上翻去咯，好轮尽我都话，嗱，我头先都话啦，客家几句咋吓，讲明啊，咁客家啲山歌最出名噶咋。马家湾子是地方，马家湾子人叮当诶，马家湾子暗暗我，马家湾子产地上我老高诶，伊唔知爱死哦。哎，不如我解啦，唱首惊喜你哋听好唔好啊？咁啊，你知道咧，通常咧就。听惊喜的朋友呢就现在的惊喜和以前的惊喜有少少分别，那个节奏上啊那个编曲上啊都有少少不同，但是呢听惊喜的朋友呢仍然呢都是很狂热的，那听讲话呢他们每唱完一段的时候啊都会很大声地叫好的哦，哇真是聪明啊，真是聪明啊，但我要求你是用国语叫出来的。路大离了红光线，江山来在大街间，未曾开眼我心好脏，我忘记君子君我言，那一位去往南京转，与我那三郎把情传，就是苏三把命丧，来生边悬马，我就当保华。为怎开眼我心好脏，我忘记
选马，我就当宝华。真是太好了，好极了！哇，你真系醒目啊！那个反应真系太快了，侄子，我好感动啊！非常之多谢，又要收埋我呢个公仔先，阿志哥，唔系俾你噶。咁啊，头先嗰位朋友话，阿志哥。咩啊？声啊，声就好大，不过唔知讲乜啫。我因为我呢边都太嗰啲回心回声太重啦，都好模糊啊。咁我唯有靠鼓啊。如果命里早注定分手，无需为我假意作挽留。如果前世永恒不朽，怎会分手？以后让我倚在深秋，回忆逝去的爱在心头，回忆在记忆中的你。有位朋友话爱在深秋啊，咁啊，跟住啊，真系叉烧包系咪啊？好啦，咁咧就呢首歌咧，本来就冇编排喺我哋嘅节目里边嘅，咁就唔知道我哋嘅大爱队有冇印象啊？等我同佢哋商量一下先。杰哥有冇印象呢？系系有掌声啊，有印象啊，佢话都几现实噶喎，呢个世界。烧卖我就唔识唱啦，冯国恩就未了情啊，哇好刺激喎、啊，又系记得咁多唱咁多啊，阿志哥俾个 C 啊。爱我孤单
你哋咁中意听粤曲，不如我又拣一首俾你听嘅咧，好唔好？咁你知咧，唱粤曲咧就就好难选曲嘅。咁尤其是好似我咁嘅声线咧，就有时都唔知点样唱一啲边一啲类型啊。咁啊，终于考虑咗好耐好耐，我就拣咗呢一首啦。海狂灯，再沉红啊红，红啊红，红到老。
最低灯啊台。
我之爱，古道旁有断我所爱，爱我愁啊心如丝，轮走轮走年代拜如来，谁知内里有愁哀，哎呀双胎也降金阳爱呀，谁端谁苦辣，心不开来，我就觉得这这啊你的 feeling 啊 nothing more than 那些 feeling，越老越可爱这句说话呢，同意啊？是的，所以我时时都不嫁就这个意思啊，这曲呢就挺好听的，不过呢就实在挺长下，
我本来咧都仲有十几廿首廿二曲俾唱俾你听啊，讲笑咧啫，我吓你啫。咁啊，我咧就本身咧就系一个好发烧嘅歌迷嚟嘅，但我就从来咧冇谂过我系会将唱歌当为我嘅终身职业。咁啊，听到啲咩歌我都中意。咁除了唱歌之外咧，唱歌之前咧，我有好多好多愿望。咁我希望有一日，我会做医生啊，做律师啊，或者做税务官啊。做税务官好好噶，我哋通常都好少好少瞒税嘅，你都系漏报嘅啫。或者有一日我会做空中小姐啊，标志香港小姐我都唔介意嘅。系啊，因为旧年咧我就要赶住做演唱会啦，咁所以旧年嗰个香港小姐咧我就冇去参加。咁我自己咧都觉得好似错过咗呢个机会咁样。啊，真系啊，系啊，哦，咁啊。咁啊，虽然我冇去参加，但系咧，我每一次咧，我好中意睇嘅。咁唔得闲都好咧，我每一次咧都会将佢录起嚟，翻去慢慢欣赏。咁我最中意睇嘅咧就系、是，即系当呢、這个讲者竞选咧，去到最尾声嘅嗰部分啦，就是、当司仪宣布名次嗰一刹那，哇！嗰、那个气氛啊，真系～几紧张刺激下嘅。1988年度嘅香港小姐就系、是。99号徐小凤小姐。老实阿杜马，唔好咁样伤我自尊肺好吗？我真系好感动。头先嗰一刹那，我真系以为自己做咗香港小姐啊，叫雪梨小姐啊，我都中意噶，冇乜所谓噶。如果有着数嘅话，唔紧要啊。你知道啦。参加呢一类咁大型嘅节目咧，除咗美貌与智慧并重之外，嗰、那个奇装异服咧都好重要嘅。虽然好似只海豚咁，啊唔紧要啊，我系准备嚟呢度扫地嘅，所以带几件衫都好似扫把咁，真系好开心同你哋喺埋一齐。嚟到呢度唱歌。我觉得好似翻咗屋企一样，好亲切。同时都发觉，原来呢度嘅朋友系我最近唱歌以嚟反应最快嘅一班朋友。真系嘅，我讲乜嘢同埋唱乜嘢，你哋都明白。真系呢啲样嘢好难嘅，真系有时有啲真系我唱咩，你又唔知我讲乜嘢吓，唔知大家唔知做乜嘢喺度互相猜测咁，唔知做乜嘢，好嘥时间啊！我觉得最好啦，你睇我系好似透明嘅，我睇你都系好似透明咁。
做唱歌呢个行业，你知唔知道最开心系咩时候啊？嗱，系我唔系咁嘅意思啫，其实系啊，真系冇错。最开心嘅时候咧，就系当听到你哋欢笑声以及掌声嘅时候啦。嗯，多谢，多谢。但是亦都会有闭翳的时候，闭翳的时候呢，当听到一些很无谓的什么事啊，哦，不讲闭翳事是吧，哦，不讲啊， OK， 不讲我就又讲一些开心的事好吧，啊，开心的事呢，我就想起呢，我有位同事，是一位女同事啊，他唱歌的都是，因为他的人呢是很懒的，懒到不得了，每一次呢他放完工回家呢，关埋到门，咳一声在拉拉链，那他的裙呢咳一声跌到地下，那个地下不是有个圈的，是吧，他不执的了，跳了出来，他的房里面很多个圈的，他懒得来挺聪明，是吧，时间真的过得很快，现在这个时候呢，我很想唱一首可以说是我唱歌以来最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写照的一首歌曲送给大家。
未放手，故意挑起今天我不再负，至今心总是全去走，不相信未在心境先可拥有，只相信时间将手找到我欲求，每一串汗水伴每一个成就，从来真心我睇透。非常多謝你們，除了多謝你們之外呢，我很想趁這個機會呢
向大家介绍一下我哋台前幕后嘅一班工作人员。我首先要多谢咧，就系场馆嘅灯光、音响以及舞台设计。同时都系好多谢我哋嘅和声，佢哋就系城市和唱团。在我后面有一班很落力的舞蹈艺员，他们就是卓艺舞蹈团，很多谢他们。更加多谢就是我们的大乐队，是由香港的朋友和澳洲的朋友一起合力为大家伴奏这么多这么多的歌曲。他们是由吴志强先生领导的大乐队，多谢他们。还有也是很多谢呢今次的主办机构万年娱乐有限公司，好多谢他们对我们今次的支持，非常多谢。也都很多谢呢在幕后呢有一位都是时时都很帮我的，你们觉得我的样子吗？真的很漂亮。是陈文辉和我化妆的，他都来了啊，介绍他出来见下大家好吗？辉哥在哪里啊？多谢辉哥，亦都好多谢赞助今次呢个演唱会的所有赞助商，非常之多谢。咁我认为最多谢最多谢是你们今次给我们的鼓励以及支持，如果没有你们的支持呢，我们这个演唱会是没办法顺利完成的。我不知道我几时有机会再回来这里在你们面前唱歌，但我很肯定讲一句，就是我回到去之后呢一定会很挂住很挂住你们的。好多谢你，其实我怎舍得这么快走才行，不过我乘机又去想换回件衫这样而已。怎样？像不像卢海鹏啊？唉，
每一次一着呢件衫我就谂起佢啦。有冇睇过佢有一次扮我啊？我睇完之后啊，笑完之后咧，我就喊，直情发个梦啊，好痛苦。不过又几开心啊。我希望下次扮我嗰啲揾个瘦啲嘅扮我。啊，咁啊，好啦，你话事啊，唱咩好呢？风雨同路，哇，好耐冇唱，阿志哥风雨同路喎、啊，好啊，揾紧啊，揾到未呢？俾个，因为我哋嘅志哥成日都叫人哋拍手掌，好似海豚佢又，佢真系似海豚，嗰啲动物园嗰啲，唔系冇嘢冇嘢，我讲紧佢哋啫，唔系讲你吓。少少呷醋，真系靓呢棵草，唔系花，因为我咁睇系草。阿志哥，唔好伤心啊，好翻好翻。啊，唔该。好啦，咁跟住又点？你头先点唱咗啦，已经，而家轮到嗰边啦，好唔好啊？吓、啊，轮到呢边我啊，交到啊，阿志哥啊，交到啊，又睇下佢哋嗰啲表现点样吓。嗱、啊，我又系记得咁多，唱咁多吓、啊。在揾紧谱。Done.
是绝传，在里面这位朋友真是懂揀歌啊，揀出得咁怒气啊。啊，又到龙虎榜啊，好啊，你就好喎、啊。嘿，嚟嚟嚟，我拉下手仔啦。OK， 好。大亨爷，又保镖啊？乜你咁熟啲歌嘅吓？咁耐嘅歌都记得嘅话，似乎真啲快乐啊！这阵风，你看我，我看你，你看我，其实我有这么高兴过。你看我，我看你，你看我，其实我有这么得意过。我也不能，我也不会老是对你说，就是你来问我，我也不想，我也不能，我也不会老是对你说。加加加不加了，加加不加，加加不加，加加不加加不，还是别管我，也可以变得讨厌，变得啰嗦，加加不。Jumbo, jum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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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mbo。保镖系咪啊？啊，志哥，保镖，俾个 D key 听下先。都唔错，哇！一讲咩歌咧，佢都可以跟得到喎。陈凤，俾个 A flat 听听下，志哥系咪？好似考试咁啊！哇，好，而家先至开始惊，识得惊。啊，
差好越远。志哥俾一个F key 听听先。唔系几似啊，俾个 G 听啊。佢咁勁，一定要唱嘅。啊，買咩買咩話？湯圓啊，啊，人親定湯圓啊？咁點啊？而家啊，是但啦。買湯圓，買湯圓，下個的湯圓是圓又圓，一碗湯圓啊滿又滿，三毛錢呀買一碗。汤圆啊汤圆啊买汤圆，汤圆一样可以当茶饭。嘿嘿嘿哟，汤圆汤圆啊买汤圆，汤圆一样可以当茶饭。买馄饨呀买呀买馄饨，买馄饨。吃了我的热饭团，肚子吃饱浑身的热呀热成炭，要是你吃到一不吃不着啊，还是请你明天晚上参加餐早餐。买馄饨呀买馄饨，要是你吃到一不吃不着啊，还是请你明天晚上参加餐早餐。咚咚啊，馄饨啊吃了啦啊，湯圓又吃了啦，所以搞你來了，如果你上來陪我呢，我一定作都作一首唱給你聽的。啊，在哪裡那位先生，在哪裡？黃什麼黃昏小唱，这是个有美丽可爱皇冠，有军乱炮和弹的方然，在这山上风光是多么动人，皇族女儿快乐万分。小弟一个小妹妹乖乖出门，一看女儿看谁天山，太阳最美一钻研就要起身，快到山上放宽宽宽。試下唱啊，好易嘅啫，你就可以一齊跟我唱啦。有的嘞，
頭先嗰次唔算，可能你哋怕醜，可以大聲啲啊。哇，好嘢喎，真係好嘢！好彩你哋係業餘嘅啫，如果職業咧，我又真係冇得做啊。肯多謝你哋啊，好合作啊。有位。你个样同你把声都唔衬嘅，好似把声嘅咁沙啫。哎呀，唔好意思啊，真系。不过呢首歌我真系好耐冇唱，唔记得咗。谁令我心中痴痴的醉，在我身边，我冇咯喎。啊，你提我嘅。你一路读，我一路唱啊！在我身边，每天为我洒滴滴眼泪，在这一生有着明天，怀着满腔热诚藏在我心里，如何喜欢你，如何结识你。一一的淡忘，唯独情深一片，谁与我终生依恋，谁给我真心不变，只要我一息相似，我忘不了你。记住，我回去之后写信给我，多谢你嚟啊！你好，你好，哇，你好得意啊！圆碌碌嘅你块面，我以前又系咁噶。啊，你好，你好，哇，你好，哇，你着咗系可唔可以企出嚟啊？好得意啊！呢套衫我好耐未见过呢件衫啊！系啊，我是中国人嚟噶喎，好啊，好。请问您贵请问你贵姓？我姓朱啊。你姓姓朱啊？边个朱啊？朱元璋个朱。我以为嗰个朱。讲笑啦 ，OK， 多谢你先生，你好，不用客气，欢迎你来啊，我本来想行，不过我条裙子实在太大啦，我唯有尽量去到此为止。你睇佢即刻缩埋只脚，吓到。都好耐啦，真系唔好意思啊。系啊，咁我握下手啦咁。我唯有同前边几位朋友握下手，顺便同你哋全部代表晒吓。多谢你哋。啊，有位朋友咧，就都系算系我哋嘅同事嚟嘅。咁啊，呢位朋友咧，曾经有首歌咧，我好喜欢嘅。咁嗰首《在水中央》。唔使開心，我唔係唱。啊，好失望啊！哎呀，唔好意思啊，呃咗你啫咩？咁啊，我覺得佢唱歌嗰個方法咧，真係好得意，好特別嘅。佢唱歌又好難嘅，我唔想唱啊。不過我，阿伯，你睇得好辛苦啊！我行翻上嚟啦，嗱，我行翻，收翻你嚇，我行翻前少少喺度，唔係咁真係唔係幾公道嚇。咁睇到嘛 ？OK， 得啦嗬。唔好，不過佢通常咧唱歌咧好輕聲噶，輕輕的發倒影照暗路，互相看水色塵散光，浮雲若水天空裡自在遊蕩。苍生大发梦，都是学翻自己唱，舒服少少啊！佢嘅歌真系几难唱下。咁啊，而家轮到你哋眼唔眼瞓先？系咪真噶？楼上嘅朋友都唔眼瞓啊嘛。OK， 如果唔眼瞓嘅话咧，我想唱多十零廿首歌俾你弹，好唔好啊？
哇！好彩啲鬼佬唔識聽嘅啫，你黑我黑面啊！如果識聽就，OK， 一於係咁話。志哥。Thank you.
最盏鬼，重重的光阴转眼就会消退，尤其在青春美丽，总是乜鬼都睇化就冇所谓，你打到开心到底，你打到理想一律要站在台上，会遇到无恙终归会成为最香，做个畏罪形象咁点算痴心妄想，有我扮演玩都会得各样赞赏，方家园就等于房，我家多就等于房，我要多再加上你帮到将齐高更多，所以你应靠近我，不要再自我封锁，只因心里属于我，再也没法躲，不管你要成什么，就不管你是何方，只要你是有热党，我便会令你疯狂，要与你放心捉摸，要歌捉我你心魔，一刻你属于我，没力是没法挡，我猜呼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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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武功俗世中不是天个高，或者彼此如是在歌唱，不惜担忧摔跤饮酒，彼此互相在欢唱，纷纷跑跑耍悠长，马当人强，威威风风马背上，胸襟开朗，我高声高歌，我是言语歌。财神到，好心得好报，财神话财神话，稳天意正路，财神到财神到，苦中快两步，得早佢睇起你，你有前途，财神到财神到，好心得好报，财神话财神话，稳天意正路，财神到财神到，苦中快两步，得早佢睇起你，你有前途。这晚会乱到爆炸，这晚会热到爆炸，这晚会兴到爆炸，这晚会热到爆炸，这晚会笑到爆炸，这晚会喊到爆炸，这晚会笑到爆炸，这晚互相大雾默默地在觅我的去路，但愿路上幸运遇着是你的脚步，我要再见你，遇上有心声透露，独自望着路上活活画满的记号，像是混乱有像特别为了指我路，到处去看，所有陷阱方已太糊涂，身心被俘虏，仿佛都劝阻探索这爱路，明知结果何必去做换洒器具，重复我空虚怒骂是他不对，强忍眼泪我心中激怒，这样我受尽一生意，陪我多少年风和雨，从来也不会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you
到爆炸，这晚这晚会叫到爆炸，这晚这晚会爆炸。好多谢，非常多谢你。我希望好快好快再有机会在你面前唱歌。今晚我好要，我认为你们给了我们这么多掌声，我好想好想将这些掌声原封不动送回给你。多谢你们的支持。拜拜，下周有机会再见，拜拜。